接下来看看刚刚来自立陶宛和乌克兰。由于立陶宛选手因伤退赛，所以乌克兰选手自动晋级。接下来的比赛，对阵双方来自拉脱维亚和吉尔吉斯斯坦。接着双方来自拉脱维亚和坎特斯坦。
接下来对阵双方来自加纳和塔吉克斯坦。Now we have the champion from Ghana and Tajikistan.